第二十九天了哦。哦，十九啦！噔噔噔噔。这小河跟我们昨天那个小河不一样哦。哦，这条河比较脏，这里，这边那条河比较漂亮。看到这雕像就是那个沙里尔的市中心的雕像哈、哦。我们从市中心出发，现在是六点钟，清晨六点，鸟语花香。我们今天要去 Porto Marin，Porto Marin 呢、哦，大约是25公里。我们地上有三个黄标，地上这三个黄标呢，是不是代表什么意义呢？等等，别的地方都没有，表示这100公里呀、啊。啊？从这里开始。哦、是代表100公里、哦。等，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从此开始。Green Camino。100公里，实际上大概是115。实际上是115，那骗我还要15公里。那我骑脚踏车的、骑马的，请由此进。啊，所以这个沙路也标示得很清楚啊。但是呢，跟我们骑马的朝圣，目前不看过，但是古早时代应该是安尼。三个人，哇，这个时候好安静，朝圣之路好安静。好，早上再次来到圣玛利亚教堂的墙壁。老街的尽头，来到最后一间教堂吧。这间是修道院，修道院如今作为庇护所。离开修道院的灯光，我们真正要往郊外走了，这就没有灯光靠自己了。欢迎小米龙。欢迎小米龙。这第一座桥，好像是古桥。哇，这很好。哦，穿越铁路皮车道。铁路哎。噔噔噔噔噔噔。有一个小河，正前方那个是月亮，好，我们继续往西方向走，月亮在西方。那东方有没有是太阳呢？东方没有太阳啊，所以连续三天没有太阳了，一共26天连续日出之后，3天连续没日出。清晨7点钟。啊，这个这边是东方，东方日出的方向。啊，这个没有出现日出，现在是看的是南方。啊，这个就是西班牙朝圣之路。那最后这100公里的朝圣之路啊，一样是翻山越岭哦，从头到尾翻山越岭没有变哦。从法国圣乔到这里，通通是翻山越岭，啊，路不是平的啊，每一天都没有平。然后，但是这里的山，最后100公里的山势哈、哦，是比较低了，可能就只有可能
我们走过了大概大概最多大概就是七八百，啊九百这样子。说他去那里吃了什么什么，还有看到我们两个经过。嗯。在。哦，直接面对外面。哇，黄金很多哎。啊。这不错。哈哈，离开萨维亚第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叫做 Vile 啊，这叫做 Vile。在这个 Vile 这个村落，这村落的口子哈，村落的入口有一个民宿，刚刚看到了，其他几乎就是牛舍。哇，这股脚都早哎！清晨7:15。对面山上就是修道院哦，啊，刚刚最后的 ，sorry 啊，最后的出口，所以已经稍微翻了一座小山，小山谷。啊，昨天这个时候淋雨淋得一塌糊涂。哦，对。今天是这么浪漫。很好。太好了。太好了。昨天还在雨中奋斗。哎，还蛮挣扎的。一个村落有一个村落。嗯。就比方说，郭董现在在忙的事情。郭董在忙什么？我觉得他没有想开。你是哪一个郭董？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郭董。哦哦哦哦哦，太阳出来了。下光下光。真的有下光，快要日出了，有真相，有图像，有真相。现在108K 了哈，到圣地亚哥108K， 108K 长这样子，太美了。我们今天要走100K 的。终于等到日出，两天没看到日出，有看到日出。现在这个时候就能有着在那个心境的 feel 啊，心境的心境啊，现在可能长成这样子。有雾，有阳光，有蓝天白云，有古迹古道，还有鸟，虫鸣鸟语。
啊，说到这个倒数一百 K 啊，那个朝圣之路认证最少要一百 K。那 Saria 开始走啊，是115K， 所以他就超过了一百 K 哈，超过一百 K， 他认证就会过。哎，那如果说你从别的地方出发，可能就会不足一百 K 哈。啊，如果不足一百 K， 那到了朝圣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为难，他就想说你到底有没有过了一百 K 哈？朝圣办公室就像个医院一样哈，他叫号啊，招排队，然后等到你就进去，你能进去之后可就拿着护照跟朝圣护中华民国护照跟朝圣护照，然后就进去了，然后朝圣护照是你的很多张，那看慢点。很久的时间才能长成参天绿木的林荫大道。你要拍日出啊，这里拍就好，有前景啊，这多浪漫！你看看。这种照片你就要有办法啊，边走边拍。当你停下来，这个已经是千年古道哦。那据说已经有一千年的人陆陆续走过这里。这个古道旁边的这个博坎啊，这个博坎也有可能是已经是一千年。Italy,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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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l
嗯。
哦，这个口头禅已经是大笑话了嘛。那希望没有冒犯到任何人，就希望没有冒犯到任何人。你们去哪？还有台湾这个笑话，是吗？好啦。Yes. Where are they? You are here waiting for your clients, right? Oh no. 西班牙语啊。104。剩下104。是不是古代分田地的方法就直接用石头堆积成一区一区，很好奇。下一个村庄找得到早餐，bar。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回首来时路，哦，翻翻山过岭呢。反正是安尼定来啊。哎呀，真的是翻山。有喽，中东是古镇。好啦。这只狗见到施工不理人。圣母玛利亚听到我们的声音，有一家吧开放的。Oh, nice to see you. Still doing it? Yes. Hi. 西班牙的咖啡一定是好喝的哈，西班牙的三明治，三明治咖啡3.8。3.8，好嘛的。你还满意吗？超满意，好吃。哦，他在卖头巾。这个吧已经在山上哦，偏僻到不行，但是他的厕所。还是非常干净，非常的干净，就是西班牙的水平。You enjoy, enjoy. Ciao. See you later. YouTube, YouTube. Yes. Is dove? YouTube. Yes. His name? Ryan. Hello. Buon cammino. Buon cammino. 啊，现在里面有四个人都这几天都相处在一起啊，感觉都很熟悉的，都反反复复，感觉很棒。哎，吃得很满意。
吃得很棒，对不对？很棒。这个就感觉就跟台湾一样啊，这已经是天涯海角的一个小村落，还得一个小的餐厅，可是还是品质这么棒啊。很好，品质很好。对，品质很好。完全跟大城市一样。厕所干不干净？超干净的，而且还用那个呆神的那个。对，烘干。嗯。真的是，这是西班牙的水平哦。当一个这么乡下的地方，它的服务水平是这样子，它的三明治是怎么好吃，好吃，它的咖啡是这么棒，它的厕所也棒，你就觉得这个是西班牙的文明就在就是这个 level 哈。那加上这样子才3.8，我的这个3.8，你吃太少了，吃太少了。刚刚离开的时候，那两个人。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他就问我说：“我是 YouTuber。”我跟他说是，他马上帮他搜寻我的频道。啊，哦，真的吗？然后他今天没有买给来这里吃。Buen camino。好啦，Buen camino， enjoy your meal， bye。Enjoy。Yeah， good life。很喜欢这种感觉哈，一个人在外面，面壁思过吃，其实我乱讲了，就是这种背景，真的很棒啊！这个吃完饭再重新看这个风景哦，很美啊！我现在哈心满意足了，可以来拍照。有时候很现实啊，当你稍微饿了过头哈，那水塘在地，眼前的美景有时候也变得掉，这就是现实。I like this view。刚刚那女生坐在那个角度哈，吃她自己的早餐，真的她好会选得很棒。那个晚上那串窗让你睡了一个早上。人老了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睡睡念。沿这道墙啊，那远方的那个村落，是我们走过来对不对？不是，不是啊，那是已经我们前方了。但是我们这几个村落都长得都一样啊，都说前面是波罗马林哦，也长得是这样子，都在山谷里面晃来晃去。然后到了波罗马林之后呢，其实现在又爬山了，都没有变。Good morning， 喂，张先生。他就跟我一样，他也拿着一支棍。嘿，对，你哪知？恁一人拿一支棍啊！发现站长走路脚都不着地的，脚都不着地。嗯，他偏向这边，已经101了啊、不能错过哦，不能错过100，错过100的话就可惜。这个乡下的小的庇护自然的庇护所，就弄得这么漂亮。突然呢，看到这个洞穴哈、这个洞穴会不会是千年的庇护所？这个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可以遮风避雨哦。你看这里疑似有一个。原始的庇护所哦，一个坡坎是吗？不只是坡坎，这个是完美的，还可以遮风避雨。我来鉴定。你鉴定一下。哦，真的哎。你人可以走进去哦。我谢了，我遇到这种东西我都很怕。对。我被狗咬，被蛇咬。你是的，Ohio。Ohio， ございます。这条哈，这条应该是千年古道啊。这条，这条应该还行。这个行啊哈。我爱照顾因的珍珠，我真要因的快乐，我都袂去等。
个来西班牙第一个汉堡，好吃。我用真奇怪，这都几千年了，还搁在吃这种物件。这种物件，这种物件，安那？没有了，饮食文化已无进进入。无进进。啊。你说饮食。你料理很会变化，他们就是。他讲话是安尼。你也无啥变化对吧？没有啊。你看俺沿路吼。嗯。啊，你老看，开这种车，我淡薄啊，这个性格，当然，这得解释为什么，哎，淡薄古塞。小鬼子。小鬼子。安尼，我真老好。哎，挺好。对。这个有点像淡蓝古道的感觉。嗯。你有走过淡蓝古道吗？哦 ，N 次。哦 ，N 次哦。你这无迄边遐，还伊个。这吃的一般很少，什么东西？玉米花，好像有人找。黄土不是很多吗？找啊，比例没有那么多。你说找在哪里？对，跟谁比较？跟我们前面那一段呢、啊？前面那几段，它都养很多，这边都有。你像做这边的，它会放牧的。哦，泡沫吗？对，然后这样就着它喝那个咖啡，我觉得它就特别大。尤其是我们也。先去不先凉？一百。哎，先去不先凉？这边看到一百了，这边看到一百，噔噔噔噔。一百。啊，看到他这么胖哦，超级励志，真的很励志。嗯。哎，他怎么穿青拖呢？这个位置很重要哦，这个位置，我们来的是第一家吧，就小水的。好啦，路边有一个天然叠起来的这个，好像是座椅还是？哦，这个很像淡蓝古道。哦，这也是千年古道嘛哈、哦。淡蓝古道上面有三片岩的土地公，原始的，就很类似这样子哈、哦。什么叫二五二？没有252哦，这个意思。拍一张。好啊，它的字太小啊、哦，好可惜。要一百，倒数一百，朝圣之路。252。哎，可能是零头。对对对。啊，这个。Hello. Good. Welcome in. 100. 这个是100公里下一个叫做99.93年，这样有70公里吗？对啊，差不多。
法，倒数98公里，98公里长这样子，噔噔噔噔。现在的里程数走了25000步，25000步。好啦，好啦 ，Come on。Come on, go go go! 자뭐케이도뭐케이도이도아这条足够啊，我足够就很漂亮，很干净，很怀念。他在里面整理了，他已经快开了。哦，这间我住过。啊，这间你住过啊？好漂亮，你看还有躺椅，还有草坪。哎呀！啊，东西又好吃。啊，下次还要来住哈？下次应该是不会。要经过一个颓废的石头屋，许多石头屋，这个被放弃了。这户右边这户也被放弃了，啊，左边这个修复可能要很多钱。左边这户维护的不错，这边应该会。家道没有中落。看有没有吸引我眼球的东西？好。哎，快点快点，唔忙啦。观光一下一品店。这边还有一个一品店哦，这家我以前光顾过。这是西班牙人的创意哦，他们很多都这样做。Buen camino. Buen camino. I forgot to get the stamp. I love this place. Really? Yeah.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Oh, my sixth camino. Oh! My fourth time here. Oh, good, good to know that. Yeah, I need the stamp. Yeah. 刚刚前面那个夫人说第二次了。他非来不可看那个艺品店。Buen camino. Thank you. Muchísimas gracias. Gracias. That's just what we'll do. One of these.Thank you. 啊，心情好棒。哇，这个很棒。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来听音乐？结果就原来这么有音乐啊！不想吃饭听吗？然后再走两步，真的。那当听到他的音乐开心起来之后呢？就是开心起来。你看，波托马林就到了。啊，前面那个是波托马林。对的，就跟那个。这跟昨天的情况一模一样，下山就到了城市。哎，我真的刚刚在想，这个五公里前，波托马林到了，噔噔噔噔，上面最高的那个塔就是他们的庙。哪里有塔？有。我拢无看诶。不是塔，一个四方形的高耸的建筑，最大的那个建筑，水泥颜色的。哦 ，OK。后面有一点黄色那个。今天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有觉得刚刚出现了一个天使，是天使的歌，在路边唱歌给我们听。是，喂，你跟我。Buen camino，B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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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ino，Hola，Buen camino。
因为我没有办法，这个要很大资金来拼哈。能背能走能看地图，努力做功课，这个要很 enjoy the moment。这个要珍惜当下，这个要很大资金来的拼哈。对，这个十八次的机票。一百万呢？快一百万了。回去被老婆说了，这不是钱的，我说了是面子问题。你在城堡里面的国王，我的。快快听到啊！Go, video, video. Video, yes. Oh, no, no image? Video. Buen Camino. Buen Camino. From Holland. Yes, from Amsterdam. Okay. And you? I'm from Taiwan. Oh, okay. No, I'm a big fan of Van Gogh. Sorry? Vincent Van Gogh.Vincent Van Gogh. Vincent Van Gogh, the painter. The painter. The great artist. Yeah, yeah. The great artist in the world. Yeah, yeah. yes. Buen Camino.村庄到处都是古塞，这个从头到尾都没例外。这个古塞的现象啊，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进入这个大部分这里的庇护所，都被要求被规定说你的鞋子要放在专门的地方哦，不能放，不能穿进去啊。几乎大部分呢都有这样规定，少数例外。还不错。下一个城镇到了哈，波托马林。我们今天就要在前面的白色的屋子群当中休息。这个说是93K， 到那里差不多快要90了哈。啊，这就是今天的朝圣之路，从萨里奥到波托马林。大概是25K左右。荷兰来的帅哥哦，我们从 Spadi 就是从山上过去西班牙的地站，吃朝圣晚餐，一起走到这里来，一起走一个月了。这就是朝圣之旅，中间不是每个天都会碰面的嘛，但是中间还是会出现。
Becomes different. It is different. Do you have a lot of people watching? No. No? No, I just love doing it. Semiconductor. Yeah, like the semiconductor. It's the wrong direction. Yeah, we'll stay here. Yeah, we have to walk here. See you. H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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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晚住这家。好，那我们这家的 view 哦，是这样子的 view。我来看麦子。所谓的房间开箱一定要有窗，可是我不会打开这个。这么漂亮，啊，这个不能开啊。啊，高级房不错，我们的厨房。这礼拜哦，这个厨房呢，加热灯。来看一下，我们看这厨房。厨房的窗户外面，看看这里。吉姆，哎，可以封口一下，这边超市有没有开？开我们就来煮。好，你看一下。这样。录音，这是他们的浴室。你看，连女性的用品都有。这个服务水，哇，真的很夸张啊！这个服务水平多高？这西班牙乡下，这一间15欧而已啊，这么便宜。Gracias.